主料：猪肉末100克，鸡蛋2个，秋葵100克。辅料：盐、砂糖2克，生粉、酱油、大蒜2瓣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原料图：肉末腌制砂糖、盐、生粉、秋葵切碎。鸡蛋打散发，油锅把鸡蛋炒熟，装起备用。下蒜蓉、肉末略炒，秋葵下锅调味盐、砂糖炒软，下鸡蛋炒均匀，完成装盘。烹饪技巧：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